说什么也睡不着，非要等鸡叫，可是我又得起来了。哎，舅舅，您干嘛叹气呀？没法，自从你舅妈去世以后，我这个家亏得你来照料，要不是你来陪着我呀，我这孤老头子更凄凉了。哎，我跟舅舅管家是应该的，要不是舅舅收养我，我。 恐怕老早已经流落在外头，做了要饭的了。其实，我还不是跟您的女儿一样。舅舅，您讨不讨厌我这个淘气的女儿啊？讨厌？怎么会呢？大家都叫你野猫。照我看呢，应该叫你小花猫，因为你跟我总是很乖的，就跟小花猫一样。只怕我自己亲生的女儿。 也不会有你这么孝顺我。唉，可惜
你是我的外甥女。那么我就算您的女儿好了。那为什么你口口声声呢还叫我舅舅？那么我马上改口好了，爸爸。乖孩子，乖女儿，坐下坐下。爸爸，您再添点好吗？好好。本来啊一碗就够了，这个一高兴啊胃又开了。爸爸。好。亏得你啊这几年来陪着我，说说笑笑的，我也不觉得烦。不过你顶多再陪我两三年。两三年？嗯。为什么？什么？你连这个也不懂啊？女孩子长大了总要嫁人的呀。不，爸爸，我不出嫁，我永远陪着你。别说傻话了，女孩子长大了陪着父亲母亲一辈子不嫁人？哎，你是晓得的，刘家的凤丫头今年才17，上个月不是有人做媒，前两天不是已经嫁过去了吗？你比她还大一岁，今年18，我真替你担心。爸爸，你怎么了？我自己的事自己不担心，还要您替我担心？孩子，你年纪小不懂事，日子过得快，你一年一年的大起来了，婚要早定，要过了20岁要想配偷婚，那就恐怕不容易了。你要给人做添房吧，没有子女还算罢了，如果有个3子4女的，你过了门就得叫娘，你不大习惯啊。这个孩子，梅芳，梅芳，哎，我给他说话，你不高兴听啊？没有啊，我一转身就看不见你人了。我拿针线做活。哎，梅芳，梅芳，刚才我跟你说的就是我担心的第一个原因。啊？还有第二个原因啊？当然有第二个了。哎，你看，我们全村里这帮小伙子们，不是种田的，就是打鱼劈柴的，10个里头啊，倒有9个不认识字，如果马马虎虎的嫁一个，真是糟蹋了你，我也舍不得呀。这意思啊，这个小伙子，第一，要五官端正，配得上你；第二，他要认识字，多少有点学问；那么第三，家里要有点底子，你嫁过去也不会吃苦。哎，这种小伙子哪有呢？哎，梅芳，哎，我说话你听见没有啊？听是听见了，可是我不知道您说的是什么意思。女孩子一听见提亲就是怕羞。好了好了，我们也不着急，慢慢的再说啊。老弟。哎，老赵，您上街喝茶去吗？好，我正要去啊。哎，梅芳，我跟你赵大叔上街。哎，你要带点什么东西吧？我不要什么，要么您自己带点下酒的菜回来。哎呀，真是好孩子，什么都给我想到。手你着针线，不迷伤。针线是女儿家的好帮当，一边儿做活一边儿唱，唱唱做做度时光。哎哎呀，哎哎哟，常常做做度时光。恐和日暖，
满园子的好太阳，一边儿做活一边儿唱，唱唱做做心欢畅。哎哎呀，哎哎哟，唱唱做做心欢畅。太阳照在那画架上，不由我想起有情郎。郎是太阳，我是那家上皇。太阳一照，花儿就更清香。手捏着针线，步步衣裳，要做那女儿家的好榜样。一边儿做活一边儿唱，唱唱做做度时光。哎哎呀，哎哎哟，唱唱做做度时光。天明，你就讨厌了，你再说。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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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小宝妹妹，对不起，满意吗？好，你居然那么客气，我就告诉你吧，我哥哥上街去了。去你的，你哥哥天天上街去卖鱼的，还用得着你说？哎，今天不单是去卖鱼啊，还有别的事情呢。啊，还有别的事？就是不能告诉你。小宝，小鬼，你逃。我哥哥上去相亲去了。啊，相亲？我不相信。你不相信随便你。小宝，得罪了你了？谁？你呀、啊？我刚刚从街上回来，拼命的叫你，你都不答应我。我什么时候得罪了你了？小宝告诉我，你上街去相亲去了。相亲？是哪儿的话呀？没有啊。
小宝亲口告诉我的，还会是假的？梅芳，来，你看这是什么？我怎么知道？你不是劝我要多用功，好好的读书吗？那，你看，我多听你的话，马上就上街把书买回来了。我想，平常在空下来的时候呢，我自个儿多用功一点看，有不懂的地方呢，你再教教我。梅芳，我一定要听你的话，好好的努力。我总想做一个让人家看得起我的人。那么小宝的话不是真的？当然不是真的呀，他跟你开玩笑你都相信。哎，你看这个好不好？这是什么？丝袜子？嗯，你猜猜多少钱？我从来都没买过这个东西，我怎么知道是多少钱呢？这是多少？10块。一对丝袜只有10块。不过现在东西涨价，10块钱也不算贵。送给你。送给我？是啊，我特地从街上买来送给你的。你辛辛苦苦打鱼，赚点钱不容易，送那么贵的东西给我，我怎么好意思拿呢？咦，刚才你不是说10块钱买一双丝袜不算贵吗？怎么一会儿又嫌得贵了呢？我怎么知道你是买给我的？我以为你买来自己穿的。自己穿？笑什么？笑什么？这是女人穿的袜子啊，我怎么好自己穿呢？好，你收下吧。我不要，这么贵的东西你带回去吧。我带回去？你嫌它不好是不是？不是的，你看，我根本就不穿袜子的，哪是嫌你不好呢？我不好意思。你不收，就是瞧不起我。那我只好收下了。好，你收了我就高兴了。那么谢谢你了。哎，你也太客气了，一双丝袜还用得着谢？哎，梅芳。哦，我倒忘了，还有一点东西送给老爹。是什么东西啊？送给老爹下酒。哎呀，你总是这样的，打了鱼不卖钱，总是送给人家吃。我看呢，你还是拿回去自己吃吧。不要紧，我篓子里面还有呢。那只好谢谢你了。李芳，我回去了啊。回去了。哎，赵大叔。啊，走了。天明看你来了。他来送鱼的，送给舅舅下酒的。哦，对了，老爹不回来吃中饭了。啊，他不回来吃饭了？哎，老义顺的那个李老板啊，留他吃饭，叫我带个口信给你，你别等他了。啊，谢谢您啊，大叔。别客气了，回头见啊。一会儿见。砧板呀么四面放，四呀四面放，鱼儿躺在砧呀砧板上，鱼儿为什么要出
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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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出水的鱼儿命不长哟。村庄里有一个卖鱼郎，卖呀卖鱼郎，送鱼送到街呀街门墙。鱼儿为什么送一堆？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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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！莫非他表示爱成双哟？煎鱼要煎两明黄，加油加酱又加糖，撒一点葱花在那鱼身旁。实在嘴里香又香哟，进厨房呀么出厨房，出呀出厨房，人生就为饮呀饮食忙。女儿便做了盘中餐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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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今晚的饭菜不寻常哟。爸爸，吃饭了。啊啊！啊！哎，怎么有鱼？哪来的？您猜猜看。我知道了，一定是天明送来的。对了，是天明送来给您下酒的。这个孩子的心眼真好，辛辛苦苦打来的鱼还送给我吃，真过意不去。他说今儿生意挺好的，还买了一对丝袜子送给我呢。买一对丝袜送给你？嗯。那一定很贵的，你不要随便收下。是啊，我本来不肯收的，后来他说要是我不收下就是看不起他，我收下了。啊，你收下了？嗯，我退还给他也没用，那是女人穿的袜子。你这个傻孩子，女人的袜子他妹妹也可以穿的。那么我明儿还给他好了。我不是叫你一定还给他，收下就算了。不过你要告诉他以后不要再送东西给你了，这个年头啊挣钱的不容易啊。哦，天明这个孩子人倒不错，就是不认识字，一辈子靠着打鱼吃饭，恐怕没什么出息。他刚刚已经买了两本书，自己在用功呢。真的？嗯，他拿给我看的呀。老爹。啊，这么晚才吃饭？用三叔。老三，再喝杯酒吧。不了，上我姐姐那儿去。嚯，梅姑娘越长越漂亮了啊。哈哈哈哈。再见啊。好好好，再见再见再见。一天到晚正事不做，就懂得赌钱。输了，张手跟那寡妇姐姐要。姐姐，怎么了？又要钱？哼，又不是多要，二三十块钱随便您给就行了。哼，说的那么容易，二三十块钱随便给，我又没有开什么金矿，我哪来那么许多的钱？我的好姐姐，我又不是乱花，我等着要还债呀、啊。欠人家债不还，让人家说起来，姐姐的面子也不好看，不是？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又不是我让你欠的。哼！很好，姐姐，您再帮这一次忙吧，这就算最末一次。哼，不知道有多少个最末一次了，谁相信你的鬼话？姐姐，这回真是最末一次了，以后啊，绝不再开口。
你又赌输了是不是？反正是欠了债，这个债呀、啊、不还实在不行了。你呀，要是再不戒赌，苦的日子可在后头呢。好，我一定戒赌。好姐姐，给我吧。哼，没有。妈，舅舅。哎，我的好外甥龙姐，你等会儿再来，我跟你妈有事商量啊。哎，你别走，我还有话告诉你。哼，今儿个说什么也不给，我没有钱。姐姐，你别着急，我这回跟你要钱呢、啊，不是平白无故的跟你要。不过是预支一点谢梅的钱。什么？谢梅的钱？刚才你不是说开金矿吗？怎么样？现在啊，正好有一个金矿，等着你去开呢。好了好了，一会儿什么谢梅的，一会儿什么金矿啊，胡扯些什么呀？姐姐，我这不是胡扯，这都是真话。你先坐下，听我慢慢的说。你说吧。哎，东村的高老爹谁都知道他手里有点钱，你总该也知道吧？怎么，你要跟我说的是这个呀？咦，我给你找金矿了，这也没什么错，你怎么了你？老三，你真是太糊涂了，我年纪这么一把，守寡也守了好几年了，你还要我再嫁人呢？我没说让你嫁人呢。哎，你不是说什么谢梅吗？高老爹，哼，亏你还想得出来呢。我的好姐姐，你弄错了，我不是替你做媒。哦，不是替我做媒，那是替谁呀？高老爹不是有个外甥女儿吗？哦，你说的是梅芳啊？对了，就是梅芳。她怎么样？她跟咱们天明不是挺要好的吗？我呀，就是说的这桩亲事。哦，切，这什么金矿啊，给天民娶儿媳妇儿得花上一笔钱，娶了进来添上了人口，开销就更大了。这个你不要着急啊，你忘了高老爹手里不是有点积蓄吗？那是高老爹的，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你怎么还想不通啊？我告诉你，高老爹呀，既没有儿子又没有女儿，就是梅芳那么一个外甥女儿，而且呀、啊，他已经拜了高老爹做爸爸了。哦，是真的？当然是真的了，我在茶馆里头亲耳朵听见高老爹这么说，还会假吗？那么照你这么说，梅芳出嫁的时候高老爹一定有陪嫁，对吗？哎，非但有陪嫁，只要等高老爹一死啊，他的田地房产钱呢、啊、都是梅芳的，这不是开金矿是干什么？那么你去说媒去，这个差事除了我别人谁办得了？你说我这个主意出得好不好？别说得那么好，当心碰钉子。不怕不怕，包在我身上。那你就去试试看吧。好啊，不过先拿20块钱去啊。做媒？跟我梅姑娘。对了，老爹，这杯喜酒您可得赏给我喝了。好啊，坐下谈。梅姑娘，迎三叔。哎，谢谢你啊，爸爸。嗯嗯。哎，梅姑娘，就要吃你的喜酒了。嗯。您说的是谁呀、啊？其实也不是外人，就是我那个外甥天明。哦，天明。哎，是啊，老爹，您看怎么样？天明这个孩子人倒还好，我也很喜欢他，不过哦，老爹，您是不是嫌我外甥穷了一点？其实啊，这两年天明靠着打鱼啊，也很能够挣几个钱呢。我倒不是嫌他穷，富啊也富不了一辈子，穷我们庄稼人有的是气力，
也穷不到哪儿去。天明人倒还不错，不过书念的少一点，恐怕将来没什么出息。您这个话呀，我倒以为不是这意思。我可见得多了，这个有学问的人呢，不一定能够出头，这个没学问的人呢，反而容易发财。不用说别的，就拿这个土桥头的刘老大跟刘老二来说吧，这个老大呀，大学毕业，有的是学问，可是现在也不过是一个穷教员。那老二啊，小学都没毕业，可是人家做生意做顺了手了，发了大财了。这个都是实实在在的事情，不是我胡说。老爹，您说这话错不错？话是不错，不过哎，老爹，反正这个事情不着急，您只管呢琢磨琢磨，过两天呢我再听您的回音好了。做媒人嘛，多跑个十趟八趟，那算得了什么呢？老三，你是知道的，梅芳又不是我的亲生女儿，我总要问问她意思怎么样。哎，我现在可不能答应你。那也好，当然喽，这个年头啊，比不了从前了，婚姻大事啊，总得要本人愿意才对。那么老爹，您跟梅姑娘商量商量。咱就这么办。好，我走了。好，好，好，忙了。哦，老爹，我再问你一句话，要是梅姑娘本人她答应了，您那我也只好答应了。啊，咱们就这么说。好，回见去。梅芳。岳老三的话你都听见了吧？我也知道你跟天明从小就在一块儿，又挺好的，可是我总认为天明卖鱼没有多大出息，所以我没有答应他。爸爸，我有话慢慢的跟我说，我先给你看一个东西。来，这个人姓孙，是老玉顺东家李玉堂的外孙子，他们在城里头开了个布店，是很有点底子的。哎，你是知道昨天李玉堂拉我去吃饭，他就是跟他外孙子说媒呀。这件事啊，我想慢慢的再跟你说了，想不到尤老三今天又来做媒了。我看孙家总比李家强，孙家城里头开了一个布店呢。驸马，我不愿意嫁到城里去，我不愿意离开爸爸，我情愿待在乡下伺候您一辈子。梅芳，你真是个好孩子，真有孝心，爸爸何尝舍得了你嫁到城里去。因为孙家比较富裕一点，他又是个独养的儿子，你嫁过去啊，绝不会使你吃亏的，这都是爸爸为你设想啊。哎，我看你还是……爸爸，我知道的，天明家虽然是穷一点，可是爸爸刚才跟尤老三说的话一点也不错，有钱的人不一定有钱一辈子，要是他们的子孙不好，再大的家产也会败光的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爸爸，您别替我担心，要是您真的疼我的话，你就让我待在乡下，日子过得再苦一点也没关系，只要我不离开您，什么苦我都能受的。好，你就是这样子吗？
爸。我知道您是好意，是为我好，不过孙家的情形我一点都不知道。虽然人家家里有钱，可不一定待我好，恐怕越是有钱，人家的少爷越难伺候。爸爸，你说是吗？你说的倒很有理，也好啊。那么李玉堂那儿，我就回绝他吧。爸爸，您不会怪我吧？好孩子，这是你的终身大事，爸爸不会勉强你的。我知道您最疼我了，爸爸。老爹，老爹在家吗？在呀。谁呀？啊，老赵，是你呀。我还以为您上街了呢。没有，跟梅芳说话。我根生啊，从城里托人带了点东西送给您。什么？桂圆。哎呀，留着您自个儿用吧，这么贵的东西送给我干啥？别客气，我另外有呢。根生啊，还写了封信来，信上说他老是惦记着老爹，小的时候您不常给东西给他吃吗？现在他能够自己赚钱了。这个孩子啊，总算懂得孝顺，这点小意思您就留着吧。那么我就谢谢了。谢什么呢？大叔。哎，怎么梅芳哭了？你是知道的，昨天玉堂请我吃饭是给他做媒呀。是啊，他不愿意呀。你跟他说了。哎，坐坐坐。哎呀，他说不愿意离开我嫁到城里去，他情愿嫁给天明，怎么吃苦他都愿意。是啊，梅芳从小跟你一起长大的，他怎么肯舍得离开您嫁到城里头去呢？不瞒你说，我也挺喜欢梅芳的，我们老太婆早就跟我商量过了，想托人替我们根生求亲。哦，是吗？我想到过，我们根生啊，一年到头的在厂里头，难得有几天回来，要梅芳跟他住在城里头，您一定舍不得了。这件事情啊，幸亏没跟你提。不是我舍不得，是他不肯离开我。其实啊，孙家这门亲事我希望他答应的，可是他不肯呢。他当然不肯呢，你该知道啊，天明对他好着呢，所以啊，我更不敢替我们根生提亲了。是啊，梅芳是我的外甥女儿，从小就跟我在一块儿，我也不希望她受了委屈，你知道吧？刚才幼三来过的，他跟天明做媒来了。哎，刚才呀，我在路上碰见尤老三了，他说您不答应吗？是的，现在我也改变了主意了，其实我也舍不得梅芳，她既然欢喜天明，就嫁给他，就顺从他的主意吧。好啊，这个你帮的媒人我来做好了。那好极了，我就拜托。是。
女家门，未来的新娘笑盈盈，一上是脸上起风雨呀，多情呀秀风不风影，新是临门喜欢神呀，最有那月是老人最阳最起劲，我忘了改口了，我的新嫂子。淘气什么嫂子不嫂子？哎呀，定了亲了，我叫上新嫂子，怎么又叫错了呢？嘘，哎呀，现在最好不要叫，叫出来了给人家听见多不好意思啊。哟，你也知道害臊了你。哎呀，谢谢你了，别捣乱好不好。哎，你来干什么呀？嗯，这成了紫禁城了，我不能来了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我知道你没事的，我要去洗衣服了。哎哎，我来找我哥哥来的，他来过没有？好了好了，别搞了，他怎么会来呢？哎，告诉你吧，从那天起他就没来过。叫我不甘心。
敢欣赏，怕他要惊慌。啊！小宝，你这个小鬼，你放开吧，让我下到河里不是好玩的。啊！是我，不是小宝。是你呀。不错，是我，我们好几天没见了。哎，我们好久没见了，你好吗？好，就是想念你。我也是的。哎，来来来，我来跟你吹。不嘛，这是女孩子的事情，你不会的。哎，洗衣服嘛，又不是绣花，男人也可以做的。我就说你不会的，你到那边等我，我一会儿就来。好，我到那边去等你，你马上就来啊。啊。再见。你为什么不到我家来玩啊？我怎么会不想来呢？可是现在不比从前了，从前没有定亲，来来往往倒不要紧，现在定了亲了，要是还跟从前一样常常在一块儿，村子的人看见了要说闲话的。我是怕你受委屈，倒反而不敢跟你亲近了。你真小心。还有你爸爸对我们的亲事好像并不怎么满意，我一看见他心里就发慌，所以更不敢上你们家里去了。唉，只怪我自己太没有出息了。天明哥，你别错怪了我爸爸，他不过是因为你晚娘为人很厉害，怕我在他手底下做媳妇儿不容易讨好，所以他起初有点反对。不过我，你怎么样？我倒不在乎这个，只要你能够待我好，就是婆婆打我骂我，我也能够忍耐的。美芳，你真好。以前人家都说你是野猫，可是我就从来没看见你野过。你总是这么温柔的。我现在又不是小孩了，怎么能还能演呢？美芳，我真没有想到你会放着有钱人家的少爷不嫁，情愿嫁给我这么一个穷光蛋。你怎么会知道这个的？赵大叔告诉我的。啊，美芳，你对我这一番好意叫我怎么能够报答呢？我欠你这个。梅芳，原来你们躲在这儿找得我好苦啊。什么事大惊小怪的？什么事啊小宝？老爹刚从街上回来，人很不舒服，好像是有疾病。啊梅芳，大叔，大婶儿，老爹怎么样？好一点吗？还是那样，已经吃了8天药了，一点用都没有，晚上气喘得更厉害。我们进去看看吧。我的病恐怕不会好，万一有三长两短，就麻烦你们两位了。哎，
您的病不要紧的呀，好好的静养静养会好的，用不着担心。我倒不是担心别的，我是不放心美芳。美芳的亲总算定下，只要我能够看到他跟天明成亲，我的心也就难了。美芳，别哭啊。为什么不让他们小两口先成亲呢？也可以替你冲冲喜呀。冲喜？哎，对了，老爹的病啊，看样子是不会好了。我的意思啊，是先把梅芳娶过来。冲喜？我知道，我的毛病不会好。冲喜有什么用？不过梅芳早晚是你们李家的人，他的事情不办好我也不放心，早点成亲我也赞成。这才对呢。你们选个日子吧，只要梅芳嫁过去，你做婆婆的看我老头的面子多照应照应他，我死了口眼也闭了。好了，老爹已经答应了，你们选个好日子吧。好。我看选日不如撞日，一两天是来不及，大后天吧，早点娶过去，早点冲喜，老爹的病呢也能早点好。对对对对对。不，我要伺候爸爸，爸爸的病还没好，我怎么可以扔下他老人家不管呢？不嘛，我不要。美芳，你怎么不听话呢？你让我为你担心吗？爸爸，我不要离开你。我看我们别在这儿吵了，让老爹歇会儿吧，咱们外头谈谈。外头谈谈。咱们外边谈谈呗。别难过，你坐下，听我说。美芳，你一向都是很孝顺的，现在老爹的病这么重，你一定也很希望他老人家能够早点好，是吗？吃了那么多药一点都不见效，我想到城里另外去找个医生给爸爸看看。这个我想这样子好了，不如先成了亲呢，冲冲喜，说不定老爹心里一高兴啊，病好了，万一啊还是那个样子，那个时候再叫天明到城里去另外请个医生还来得及呢。对了，舅舅的话一点都不错，我们乡下人一向都是心冲喜的，耽误了日子反而不好。反正成了亲呢就回门，还是一样可以伺候老爹呀。对了，你尽管放心好了，我们会伺候老爹的。我来伺候老爹吃药好了，反正不过是一两天的事情嘛。我也在这儿帮着赵大婶替你管门好了，你看用不着担心是不是？好了，不要三心二意了，老爹要是知道你答应啊，心里头也高兴。
已经累了一天了，时候不早了，睡吧。不知道爸爸怎么样呢？刚才小宝已经去看过了，他说爸爸已经睡着了，大概不要紧。我总有点不放心。赵大叔跟赵大婶儿今儿晚上都陪着他老人家了，你尽管放心好了。你去睡吧，我睡不着。唉，你已经好几天没好好的睡了，再不歇歇怎么撑得住呢？明儿个一早我们还得回门呢。哥哥，哥哥，什么事情啊？小宝，我爸爸怎么样了？他老人家很好，你放心好了。妈说让你们今儿早点睡，明儿早点起来。知道了。好了，我不打搅你们了，可是答应我的喜果明儿可别忘了。好的，明儿一定给你。嫂子，明儿见。请外头坐吧。外边坐。怎么样？要紧不要紧呀？让白先生开个方子吧。来，开方子，开方子。我看用不着开方子了。白先生，你能不能想想办法救救他老人家呢？是啊，白先生，您看看还有什么别的法子好想吗？对，您给想想办法。要么你们另外去请个医生看看，我看希望很少。我要走了。天明，你送送。我来送送。好，说话说话。叫你呢。老爹，梅芳她来了。您说吧。我也没有什么话说了，我就是对不起梅芳，我没有好好的跟她办婚事。爸爸，爸爸，钥匙交给你，我的钱都在那个上边箱子里，我也没有什么留给你，就是这一点急事。钥匙在妈那儿，你拿着吧。我看不能再耽误了，得马上到城里跟我爸爸找个医生去。也好，天明，你就去一趟吧。好，我马上就去。快去。好。
万一不小心把钥匙丢了，可不得了。不会的，还是小心点的好。哎，这样吧，你把钥匙交给我，我替你收着，你到屋里边去睡一会儿。你连多少天都没有好睡了，怪可怜的，妈心疼死了。我在这看着好了。妈，不什么呢，听妈的话，把钥匙交给我，我替你收着。你去睡吧。这儿有我了，你放心好了。老爹怎么样了？还是那样，妈在陪着呢。接他，他有点不大对，我没敢进去看。啊！啊，你也进去看看吧。爸爸，爸爸，爸爸怎么样了？最要紧的就是办理丧事，这笔钱没放。老爹究竟剩下多少钱呢？你点过了没有啊？哎，对了，人死了哪儿都得用钱呢，你快点去查查吧。啊，对了，钥匙交给你，好好的收着，别再丢了啊。林贵，为
什么一个现款都没有，就是钱当个房契。会不会放在别的地方？不会的，爸爸的钱一直都搁在这儿，我常常看他拿出拿进，怎么会搁到别的地方去呢？是，今天早上我明明听老爹说钱都放在这个箱子里头的，怎么会没有了呢？这就奇怪了，会不会老爹搁在别的地方忘了？怎么办呢？不要着急，把这两箱子也打开看看吧，恐怕在这个里头呢。哎，对，也许在这里头，我们来看看吧。找着没有？没有啊，老爹说钱都放在这个箱子头，可是怎么也找不着。没有？不会吧？那就剩下这几张东西。这个是田单跟房契啊。都是些旧衣服。我知道我爸爸的钱是不会搁到那些箱子里头的。奇怪了，梅芳，你应该知道老爹的钱放在什么地方呀。对了，老爹的钱搁哪儿，梅芳一定知道的。我就不相信一点现款也没有，大家都知道老爹是有积蓄的呀。是啊，谁都知道啊。是呀，我也知道我爸爸的钱一直都搁在第一个箱子里头，可是一直都锁着。你们也知道我今儿早上才拿着钥匙，我也一直没开过，现在钱不见了，我怎么知道呢？哎，你这个钥匙有没有交给别人呢？我交给过妈。这可不关我的事啊，我因为看见梅芳在打瞌睡，怕她把钥匙丢了，所以才替她收着。我没想到老爹的钱会有人偷了，我真不应该多事啊。又没有人说老爹的钱被人偷去了，你何必多心呢？啊，不要紧，反正我一直待在这屋子里边，也没有出去过。你们不相信，搜好了，搜好了。哎，姐姐，何必呢？又没人疑心你。咱们虽然穷啊，可是做得正，行得正啊。村子里谁不知道？我们怎么会偷人钱呢？这是啊，妈，没有人说您，您何必生气呢？哎，真是的，真是的。别哭了，孩子，亲家的丧事我来办好了，要用钱我先垫一垫。谢谢妈。别难过了，孩子，亲家的钱也许搁在什么别的地方了，买回来再找好了。奇怪啊。哦，要是真的找不着啊，好在还有这个田单跟房契可以变钱呢。啊，这两张单据暂时我收着，本来嘛我不想多事，可是亲家一死，留下来的只有梅芳，梅芳的事就是天明跟我的事，于情于理我不能不管。妈，我什么事都不懂的，爸爸的丧事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，请您替我做主了。这当然了。大叔大婶，你们都是老邻居了，得多帮点忙，单靠我跟老三是忙不过来的。哎，那还用说吗，只要钱凑手啊，什么事都好办。哎哎，那么拜托你们了，明天多招呼一下。哎，没问题没问题嘛。外甥媳妇。舅舅。哎，这个是清单，老爹的丧事一共花了多少钱呢？都在这上开着呢，你自个儿瞧瞧。哎，
舅舅，哎，回来了，哎，什么事啊？哦，我把账啊都给结出来了。好家伙，结了三天呢，把我脑袋都给结晕了。你瞧瞧。一共是2568块。哦，对了，房子顶出去1000，田单呢压了1000，一共才2000块钱，还差500多块钱。哎，你妈给垫上了，哎，将来再说吧。天明，回来了。妈。哎，梅芳，这清单你看了？看过了。不过。还差500多块钱，怎么办呢？不要紧的，只要天明将来能多赚点钱，手头松一点的时候再还我好了。哎，自己人，这有什么关系？这个哦，对了，妈，今儿个生意不大好，只有8块钱啊。哦，那这给你。哼，你瞧，一娶了老婆人就变了，以前钱全交给我的，现在呢，哼，只给了我一半。哎，这个是，我早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，才不过几个月就打了一个对折，再下去更不得了了，说不定有一天连一个都不给我，全都交给他的老婆。哎呀，绝不会的，天明啊一向很孝顺的，我可以保险。好了，不会一个都不给你。保险？你能保险他心不向着他的老婆呀？轻一点，反正听见不好意思。妈，什么事啊？有换下来的衣服吗？我拿去洗去。哦，有的。哎，天明回房去了。哎，啊，哎，你别进来呀！啊，还不站出去！啊，以后我自己会拿出来，你穿着笑别进我的房。啊，还站在这儿干嘛？为了什么？不要瞒我。梅芳，我们都是夫妻了，还有什么话不能够对我说呢？我看以后你还是把钱交给妈吧，不要再给我了，反正我也不要什么钱花的。你是说因为我给了你点钱，妈她就不开心了？嗯，那也不一定是为了这个，我不过是猜想。刚才你不应该当着妈的面给我钱的。哎，这怕什么，我这个人一向是喜欢明人不做暗事的，要给就正大光明的给。不是的，不过最好别让妈不开心，为了爸爸的丧事他已经垫了很多钱了。哼，他垫钱到底是不是真的垫了还不知道，我总觉得这个里头事情有点不大对。天明，
你又下疑心了，当心给妈听见了。管他的。哎，我去洗衣服了啊。好一点了吗？小宝，怎么又是你在洗衣服啊？你嫂子呢？嫂子有点不舒服，在房里躺着呢。哼，又不是生什么大病，躺了好几天了，怎么还没好呢？天明呢？在房里呢。哼，一个病着，一个就闲着，什么都不想做了，这样下去还得了啊？你家吃什么呢？只好喝西北风了。还是让我出去吧。别管他。妈。嗯。梅芳吃下去的东西都吐了。大概是有喜了。哦，有喜了。嗯，他不大舒服，我想让他躺一会儿吧。哟，身体怎么这么单薄呀？乡下女人挺着大肚子下田的多得很呢。我肚子有小宝的时候，从来就没有躺过一天，年轻轻的，身体怎么这么不行啊？大概是他爸爸生病的时候，他伺候病人太累了，他爸爸死了以后，他精神就一直没有好过。嗯，哼，加上又害喜，精神当然是更不好了。妈，哎，你怎么起床了你？我已经好点了，老是躺着反而不好。妈，我现在没什么不舒服了，我本来老早想起床的。好了，我拿去过水。你瞧，现在不是外行了吧？很像样了。不过这是女人的工作，还是让我来嘛。哎，你还是歇歇吧，我老闲着没有事儿也不行的。
我看你还是去打鱼吧，妈为了你老不出去，她不是不高兴吗？哎，你瞧这几天河里的水这么浅，怎么抓得着鱼呢？你老是那么说，妈怎么会相信呢？她总以为你为了陪我不肯去的。好吧，我听你的话，干完了这个我就回去。真成了打鱼杀家的词儿了，天旱水浅，鱼不上网，整整的一个下午一条鱼都没抓着。志明啊，嗯，我跟你妈商量了，照这样下去呢也不是个办法，我看你不如到外头去找个短工做做吧。短工？哎，现在天旱，田里头需要人手，只要你肯去啊，包在我身上一定找得着。你的意思怎么样呢？美芳，你说怎么样？随便你好了。哎，美芳是明白人，她一定会答应，不过这是你自个儿的事，还要你自个儿决定。好吧，只要有钱可以赚，长工也好，短工也好，我都干。送郎呀送到大路上，一路上处处绿荫长，但愿是绿一路长不断，别让那太阳晒着我的冷，我的冷。怕晒太阳，太阳呀一晒更坚强，但愿是田里处处收成旺，赚得了工钱也好赚回乡，赚回乡。送郎呀送到桥头上，出门要当心早晚凉，但愿是郎君一去早回头，别让我在家千辛挂肚肠，挂肚肠。不要早思晚忧想，侄女呀总要回牛郎，但愿你在家要把宽心放，等候我回来和你说家常，说家常。
唱。美芳，别送了，回去吧。不，我也闷死了，想散散心，还是送你一程吧。好吧。妈的脾气现在实在是变了，以前她对我不是这样的。大概是为了爸爸的丧事，她垫了不少钱，我们又还不出，再加上你又没什么收入，难怪她要不高兴的。哼，说起爸爸的丧事我就疑心，前两天碰见赵大叔，他也觉得奇怪，你爸爸大家都知道他手上有几个现钱，不会一个子儿都没留下的。一定是妈把钥匙拿了去，偷偷的把钱拿走了。话是那么说，不过没有证据，怎么可以瞎疑心呢？听说赵大叔已经报了案。报了案？嗯，听说警察局已经在私底下调查了。几天又要借钱了。不瞒您说，钱这样东西啊，一到了我手里头就变得来得快去得快了。我这一双手啊就是不聚财，没法子，又得跟姐姐商量商量，不要多，500。哼，我哪有那么许多的钱呢？老爹那笔钱可不是一个小数，现款就整整的5000，再加上两笔押款，又是2000，啊！得了得了，5000块钱，你已经扣了2000，办丧事你又不知道落了多少，你到手的差不多有了一半，你还不满足啊？啊，一半可不到，不到那个数目。哼，那你要我怎么样呢？总不见得都给了你吧？你瞧，那一个又有了孕了。慢慢的剩下一个小家伙，一家大小开销只有加上去不会少下来，你不让我留点钱，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呀？这个你不用担心，你看天明不是让我3言2语就给弄出去了吗？节省开支啊，有的是办法。天明自然了，可以让他出去帮工，那个大着肚子你有办法赶他出去啊？要是没办法也算不了智多星啊。好了，别吹牛了，我才不相信了，你有什么法子把梅芳也给赶出去？姐姐，你不要用激将法，我这个人呢是个急性子，心里头存不住话。我告诉你吧，暴发户那个刘达生你总该知道吧？刘达生是不是土桥头的刘家？哎，一点不错。姓刘的怎么样？怕梅芳不肯答应吧？这个你放心，我跟梅芳说不怕她不答应。那就看你的本事了。当然，我好，先给你200块钱，我把那个赶走了再给你。等他回来我就跟他说，说完了我就带他到刘家去。在里头吗？在。这位是？这是我外甥女儿梅芳，这是林嫂。林嫂，不敢当，有什么事儿吗？前两天呢，林少奶奶说要用个小丫头，
我就把我外甥女儿带来了，让少奶奶瞧瞧。啊，少奶奶来了。少奶奶，这个就是我外甥女儿梅芳，她想出来帮人家做工，您要瞧着合适呢，我就让她留在这儿。哎呀，我要的是个小丫头啊，你外甥女儿恐怕……是啊，本来我想给您找一个岁数小点的，又怕太小了不懂事什么都不会做，所以我把她给带来。您瞧她长得就是聪明像啊，不但什么事都会做，而且特别懂事啊，包您不会错的。嗯，好吧，就留她在这试试好了，好在我们这事儿也不多。是是是。你叫梅？我叫梅芳。嗯，每天做些什么事儿，林嫂会关照你的。是，少奶奶。不过，在我这做事情嘛，有一件事我得特别关照你。是，我们少爷脾气不大好，你可得小心点儿。是，少奶奶。谁呀？我找谁？你是谁？我啊，您大概是少爷吧。嗯，一点儿也不错。你呢？我叫梅芳，今儿才来的，是来伺候少奶奶的。哦，怪不得没看见过呢。给我拿到房间里去啊。哎，你怎么知道我是少爷呀？我在少奶奶房间里看见过您的照片。哦，
相信你的鬼话呢？人家刘少爷什么世面没有见过，况且家里明摆着有太太，他会看上你呀？哼，明明是你懒骨头，不想出去帮人家。妈，是真的，我没撒谎，你可以去问的。怎么回事啊？梅芳，你不是到土桥头去了吗？怎么又回来了呢？大叔，他们欺负我。哦，大叔，你相信不相信？他说昨天晚上刘家少爷要强奸他，所以他逃了回来，你信他的话？二娘，不是我姓赵的喜欢多说话，你也实在太不应该了。梅芳嫁过来还不到半年，你就把他小两口子都赶出去，村子里头啊都在说闲话呢。这什么话呢？又不是我把他们赶出去的，还不是为了天明赚不了钱，是他自个儿愿意出去帮短工的。就算是天明自己愿意吧，那么梅芳呢？他也不认识什么土桥头刘家呀。哼，我看呐，完全是尤老三替你出的好主意。不错，梅芳是我们老三带他到刘家去的，可是还不是为了我们的景况不大好。要不是为了高老爹的三世，我垫了那么许多的钱，我手头也不会那么紧，也不会让他们出去帮人家。二娘，你说的不错，老爹一死，房子押出去了，田也到了人家手里头，你呢垫了好几百块钱，的确连累了你。不过据我知道啊，有人得了好处。大家都知道老爹有一笔积蓄，数目嘛大概是5000块现钱，这笔钱呢、啊、已经被人偷偷的拿了。有人拿了？是谁呀？哼，是谁？二娘，你也别装蒜了，有道是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难道是会我拿了？一点也不错，二娘，你倒真是一人做事一人担，一点都不赖。我赖什么呀？我压根也不知道。大叔，无凭无据的，你可不能血口喷人呐。无凭无据，是的，我要没有抓到凭据，是不能够血口喷人的。可是有一天呢，尤老三跟你借500块钱，你呢借给他200块钱，当时老三跟你说了许多的话，这些话可不可以做凭据啊？什么？你是的，那一天你们所说的话我在窗外都听见了。啊，大叔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大叔大概是在做梦吧，我跟你三舅舅哪说过什么了，简直是活见鬼。二娘，别再嘴硬了，老三已经遭了口供了。你瞧谁来了？走走。姐姐，老三，你怎么了？他说你偷了高老爹5000块钱，是不是？啊，他说的，我偷了高老爹的钱。他以前赌钱呢，最多10多块钱本钱，最近忽然阔了起来了，一赌就是200-300块钱，谁都会起疑心的。警察把他抓去一问呢，他敢不说。姐姐，我没有办法，我只好招了，这都是赌害了我，以后我绝对戒赌。好，跟我们到警察局去。天明老婆在不在？天明受了伤了。天明，天明，天明怎么了？天明，他在车水的时候一不小心把腿摔上了。天明，天明，你看都是你闯的祸。妈，
姐姐，姐姐，妈妈，姐姐。李二娘，有人找你。妈。爸，我们来看您来了。嫂子给您煮的菜，来，先交给我。妈，天明，你的伤完全好了没有？完全好了。我们今天是来跟妈告别来了。告别？明儿我们要到城里工厂去做工。是赵大叔的儿子赵根生介绍我们去的，他们工厂里正需要男女工人，明儿个一早根生就带我们进城去上工。妈，我明儿也跟嫂子他们一块去。怎么你们都要走了？是的，剩小宝一个人在家我们都不放心，小宝自己也愿意跟我们一块儿去。很好。都是我不好，我一时糊涂，听了你三舅舅的话，做出这样的傻事情，害得你更没方吃苦，现在懊悔也来不及。妈，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，您别再提了。对了，三个月很快就会过去的，再说三舅舅因为这一次坐监将来出去了，也许会改好的。妈，您保重吧，我们走了。你们也保重。知道了，妈。妈，小宝，你自个儿小心啊。哦，你们走吧。